又做噩梦了。我刚才梦见我们两个走在一个悬崖边上，我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，你抓住我，我在底下我跟你大喊，我说妈，你快让我上去，你快让我上去。然后你就看着我，就把手放开了。我特别害怕，因为特别深，我就一直往下掉，一直往下掉。媳妇儿，梦都是反的，都是反的。我这辈子绝对不会放开你的手的。茶叶卖完了，我带你去草原玩，那里到了晚上，在湖边会有很多很多的萤火虫，特别特别好看，好吗？那我要给我捉萤火虫。好啊，你要多少我给你捉多少。我愿意白吃。